康妮定居上海的东北人，本应是金融白领，却因为热爱甜点而成为了私人定制翻糖蛋糕师。做的怎么样啊？我们做的蛋糕，我们做的产品嘛，最主要的和市场上大部分的蛋糕的不一样的点，有很多创意在里面，在我们的一个风格或者我们的审美的范围之内，我希望给别人带来更多的惊喜。这是他提供了他奶奶当年喜欢的一件旗袍，就穿过的一件旗袍，然后我们根据这件旗袍去创意了这样一个蛋糕。对，因为这个是用到了刷绣这个工艺，下面的所有的这些花朵其实是用糖霜一点一点挤上去，然后有点像油画，它其实是你看它的质感是一层一层的，然后出来的线条也是很有质感，很有这种纹理的。还有就是用翻糖做了全部立体的盘扣，就是旗袍上的盘扣，那么制作的时候其实就是跟真的盘扣的工艺是一样的，只不过就用的是糖。奶奶就是89岁的一个寿辰，就是非常高寿，所以他看到自己的这件旗袍的蛋糕做成的蛋糕以后，他还会回想起年轻的时候他自己这个穿上旗袍的样子或者怎么样，一定会非常高兴。翻糖蛋糕是最早源于英国的艺术蛋糕，有点类似于陶土的质感，从染色、造型和延展性都要比传统的奶油蛋糕更具表现力。想得好，但是可能做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实际的问题，粘合不牢啊，或者是这个造型很难做出来，或者是做出来跟想象当中不一样，需要返工，这个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因为是比较基础入门级的一个花朵，它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年味，都是通过在观察自然当中的这个真实的花朵来实现的，非常的逼真，可以假扮真。是翻糖蛋糕，它可能一个造型包括一个 3D 的立体的一个人偶也好，翻糖花朵也好，它的细致程度和它的花的时间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一朵玫瑰花，我可能一个小时可以捏一朵，但是可能有的时候一朵玫瑰花我需要一天时间，就出来的玫瑰花是不一样的。这可能就是手艺人卖的是手艺，卖的是自己的时间。我们父亲节的气氛啊，我把那个发货时间想调整成从17号开始每天都发货。露露她明天上班，然后，她说明天能不能跟你远程呀？我们本身就是在上海的，然后我们是想下午可能3-4点钟就过去，然后这样的话能什么时候给我个回复呢？与传统蛋糕店不同的是，在康妮的工作室里没有真实的蛋糕，而她的订单大都通过网络订货，然后和客人进行沟通，提供一对一的私人定制服务。2011年8月9号，我发了第一条，就是想在这开始记录一些美好的点滴，让内心和生活都变得多些温暖的地方。我最早的时候去做这样一个蛋糕店的目的，想作为一个爱好，好，因为那时候在工作，是一个比较枯燥的工作。做这个呢，是完全给我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到了一个彩色的世界。因为我们帮很多明星有做过蛋糕，所以很多明星其实是知道我们的。Angelababy 其实我们也认识很多年了，我们知道是我们做，其实是提前了大概半年就知道了。最开始都可能，我们就计划大概1米左右吧，就差不多了。但是后来可能快要结婚之前的3周吧，一下子方案就改了，尺寸也换了，由1米之内就可以了，变成了需要一个2米5的蛋糕。2米5当时我们什么概念？我们当时看我们自己的这个办公室的房顶，我们是觉得这个有2米5吗？然后量一下发现好像也差不多了，就是这种。然后我们当时就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其实也并不知道自己可能不能做出来，只是说就是说哦有道理干，就答应了。所以
当时我做了一个计划表，打印出来密密麻麻的小字，可能有十几页。他最开始的第一稿的风格是很端庄的一个大红色和白色，但是后来快要结婚之前的三周，一下子方案就改了，全场的颜色都改了，就基本上是纯白。再去重新设计规划呀，这时候可能两周时间，这个工作量就是到最后的一个星期吧，我们当时整个团队是几乎24小时都有人的，我们楼上的工作室里面就铺满了幡童花，那个蛋糕模型放进去以后我们都进不去人，然后可能到最后48个小时的时候是整个团队的十几个妹子完全一小时都没有合影，而且这个之间还穿插着去一卡车一卡车的运到现场，主蛋糕是分两辆卡车拆着去的，到了现场再抬进去，然后在现场再组装，那么组装这个蛋糕可能就花了大概有十几个小时。然后另外那13桌甜点我们也是非常疯狂，因为我们团队只有十几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就每个人负责一桌都搞不定，所以其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 Angelababy 还是有很有公主梦的，所以希望给她一个公主的效果。那么非常有特点的就是里边有旋转木马的元素，就其中有一层是一个旋转木马，是一个钢结构的。一开始的期待是哇，我们可以看到好多明星，看到林志玲或者蔡康永我会很激动，但是其实真的看到的时候我想昏过去了，就每个人都跑过来跟我说 Connie 我想回家睡觉行吗，我不想看明星。因为整个6月份的话比往年的6月份都要忙，那么今天和明天两天是很重要的两天，尤其对于翻糖来说，因为考的人可能不够多，然后佳佳这一块可能最近要设计点东西，就是火影的这一场，这次这个客人太太呢想给叶先生一个惊喜，因为他们是那个火影忍者的迷，所以他们就是把这一整场全都做成了火影忍者的一个主题，对动画形象的一个把握就全靠你了。先找图片，看看这个主要元素啊，有什么内容可以提取，然后我画一个手稿再给他看。其实这种动漫的主题不是很容易做，要你做出来的东西像那个东西，而且要像的很正版，就不能山寨。因为就是小到比如说韩剧就是排版那种，他都会看的，就是每个细节他都会关注的。我对很多很多事情是比较追求完美的，有些东西我看不下去，或者是我觉得没有达到我心中的那个标准的，我可能就要去重新做。三层就是本来想最上面是那个云蓝色的，然后我就觉得颜色太多了，到时候不一定好看，就觉得还是全用一个颜色吧。然后本来原来上面还想放一个九尾 Q 版的，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有点累赘，就全用插片，只有道具用的那个立体造型。考你，这是那个主蛋糕。还有这两种，这些都是插片吗？对，这些人儿都是插片，然后这些道具是那个立体造型。立体造型的，这一层是纯白的。嗯。那这个云朵是打算怎么体现出来？贴上，我想。你比较喜欢哪个？我做完效果图，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吧，感觉比较完整。制作的时候尽量还原你的想法。行，他们做点我上去吧就。好的。嗯。好，可以，没问题。好。90后，比如说像周佳，他是今年刚从法国蓝带毕业回来，那么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之前他自己在央美是学产品设计的，也是做创意方面的专业。他可能对90后，包括这个新一代的人的一些脉搏，他把握得更好。所以整个这一场的设计呢，我是交给他去做的。这个也是他的第一个，就是比较完整的一个 case。
做的怎么样了？没有试验的机会啊，你要扎洞了，它这洞就在这儿了，所以必须得现在，就是一定要先想好，对，先摆一下，然后再弄。就有一块已经断了，小李。小李不在。对，张姐，你帮我补一下。你看这个地方它断了呀，你在旁边补一条比较厚一点的，它这个有点薄嘛，再补一条厚一点，把这个地方就搭住了。快快快快快！现在比较着急了，该要不赶紧弄一下，快快快！把上面固定一下哈，拿下去呗，拿下去就直接上车了。他们六个因为是这个花了最长时间做出来的一个比较精心的一个 3D 的造型，所以这个盖子呢还盖不上，所以现在我只能是一路上把他们捧在身上，这样是最安全的。快一点了，还两小时。哎呀，对啊，已经快一点了。我看我们这边看过去的话，导航还有一个半小时，其实一共是三个小时吗？他们三点，如果是按照原计划3点开始的话，只有半小时时间卸货加摆台，就能不能让佳佳他们到的话，就要先摆起来。嗯，我们这上面有道具呀，没办法的呀。我们没道具，道具都是他们那边。我们有一箱道具啊。哦，我们有一箱。结束。嗯，还有一点，但是我已经开始拍照了，因为不然来宾来的话就没机会拍了。细节还不错，然后整体也还不错，出来的效果我觉得还是很可爱的。非常赶啊，因为客人要求我们半小时之内解决掉，因为主要还是路上堵，所以有点迟到了。每个人都是在变的。好，叶太太也为你准备了一份非常好看的蛋糕。嗯，好。这个蛋糕也是精心定做的。我们请工作人员拿上来可以吗？来，以火影忍者鸣人为主题的生日蛋糕。当然上面还有他们的手里剑，然后卷漂亮，就是，而且也好吃，相当激动可以说，因为整个刚才你也可能之前也听到，整个活动我是全程是没有参与的，可能我是被瞒的唯一一个人，所以这个项目从我跨进门那一刻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是很激动，可以说一个惊喜吧，很大的一个惊喜给我，这也就是，所以特别感谢我了，有这个活动。快10点了，你们回到上海的话都到后半夜，所以现在我们要那个在路上就要把我们马上父亲节的这个上新的产品啊要把它更新上去，所以只能在路上一边用这个手机的热点一边发了。今天是周末，康妮的工作室迎来了一群可爱的小客人。你喜不喜欢做饼干呀？喜欢。这个是我们六一儿童节给小朋友们准备的一个礼物，你们看康妮阿姨怎么做的，然后大家可以开始从狮子做起了，好不好？脱
这个不能写两个费力。他们的耐心和他们打工的这个积极程度要大大超乎我的想象。我很喜欢做手工的，所以这种活动还是超喜欢的。这些对小朋友的手眼协调能力呀，对他们对于美食的一些初步的理解啊，包括觉得自己能够创造一些食物的一种体验，还是挺好的。就是在家里那个乐高啊，有变形金刚啊，都比较喜欢玩。他那个在学校里呢，也是比较好动的一种，就给他尽量创造一个环境，让他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二三，六月十九号就是父亲节了，康妮特地为此研发了一款新的抹茶味戚风蛋糕。朋友也好，都会给他建议，但是他还是挺坚持的，也没有改变过，还是这么在做，就是要追求自己的品质，然后也很累，但是我看他累也在做，可能就是很多时候不仅要满足这些客户的要求，更多的可能也是在追求挑战自己，我觉得这一块可能要占到40%。我心中总是有一个理想的状态，永远是在追求这一个完美当中度过的。我希望把它定位在小而美的东西。在上海，其实包括现在的社会，一线城市很多小而美的品牌是很难活下去的。发展到现在，康妮仍旧坚持小而美的手工化操作，不批量生产，而这也导致她面临很大的行业竞争压力。去年一年我大概亏了是略亏一整年，今年一月份第一个季度的报表出来，我们大概亏了将近20万。因为一开始我可能也会觉得，一个蛋糕卖这么高，好像给我感觉有暴利嘛，怎么样？但是我发现他很多采购这些东西都是从一些比较大的供应商，或者从国外买过来的，成本可能比一般的要高出几倍。他做的又要好，颜色要求又要高。然后又加上自己的工艺在里面，再加上你的量少，所以说就是加在一起嘛，它的综合起来的话成本就比较会高一点。对于康妮这种宁愿追求小而美的品而让自己吃尽苦头的行为，他周围的朋友和合作者也会不理解。设计师也很崩溃啊，就觉得这个你看我们上面有很多这个绿色的这个样品，这个颜色就大家在挑嘛，其实这个颜色可以讨论很长时间。就是后来就一直改嘛，做不好的话就改，一直改到他就是那种效果为止。他是想赚钱呢，还是就是想就满足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有很多人拉着很多人陪他玩，就是这种感觉。我可能还是更加希望自己能做一个手艺人，而不是说去运营或者是去当生意人。过去的两年，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无数次的想把这个店关掉，因为真的很累，就真的太累了，而且累的让你觉得有的时候很绝望。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咦，这么多员工上班，然后每个人又迎着朝阳，然后开始工作吧，你就觉得我没有办法面对他们，跟他们说你们回家吧，我不做了。可能就是因为爱好这个蛋糕啊，喜欢这种美好的东西的人还是比较相似的，所以才会就是最后走在一起的一小撮人是比较珍贵的。唯一愧疚比较多的就是跟家人的相处的时间太短了。他长时间不回来，我也很担心他在外边的情况，经常打电话去问沟通一下。现在主要是还是他工作上这个占用这个对他的精力啊和时间太多，还是那方个人婚姻方面还是有点你有那么
无暇顾及那个事儿。以前可能朝九晚五的工作，每天五点钟准时下班，我和家人在一起，包括周末包括假期都可以出去旅行，或者是周末在家里面。但现在反过来，越是节假日的时候越忙，所以可能平时很少去陪家里面的。就现在就比较理解家长，就只要是儿女喜欢的或者是儿女开心的，他们就开心。可能之前我想到我得出人头地也好，成绩突出也好，然后让他们有更好的条件，生活条件也好，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我觉得可能他们看到我开心他们就开心。这些年我也在不停地学习，在国内和不同的老师学，然后近些年我就会去日本学，是想在口味方面想不断的进步，一个是提高水平，一个是创造自己的经典，然后再有就是也是跟上潮流，甚至引领这个潮流。